大家好 ，ST 道今车就介绍另外一架国光客运嘅私力车啦。系啦，咁就睇下点开啊，唔知黐胶纸咁夸。系得啦，开啊，即系开呢边啦。咁就架车出嚟啦。啊，咁啊，幅相啦。咦，三轴嘅。OK， 系有啲货不对版啊。咁啊，介绍啦。但系都系铁路公司整，唔知点解。咁就架车喺度啦。咁啊，今次个设计就比较旧式啲啊。呢一个哈哈笑嘅啊，唉，好中意哈哈笑嘅真系。咁啊，国光客运、国光汽车客运公司，国光系啊，不停咁讲啦。咁啊，蓝色同红色嘅直线同埋斜线花纹啦，啊，去埋车顶添嘅，系啦，好中意咁延续落去一个圈咁嘅，系啦。私力車啦，俾啲力佢向前行，俾啲力佢向後行都得，系啦。咁啊，不如你一開始好用咁咯，都要即系俾平時嘅 Q 版回力車俾多啲力啦。咁好，今次架車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咁啊，使唔使得翻？好嘅，係得咗。咁啊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